那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要跟你的宝贝们把你的手掌、脚掌来到地板位置，手指头朝后，让你的肩膀打开，胸口挺向天花板，然后让你的双脚、脚掌呢与你的屁股同宽，然后慢慢的深吸一口气之后呢，把你的屁股往上推，然后让你的眼睛看向天花板，把身体打直，然后去感受到你的后背的力量，三秒钟之后再慢慢的放回来，然后这样重复十次，就可以让你自己很有感觉咯。很简单，只要跟你的宝贝面对面蹲下来，像鸭子走路一样，然后手牵手，然后记得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的视线跟你的宝贝视线要互相的交流哦，然后一起往你的右手边走四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看我哦，然后再换边走四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K， 我们这样子来回算一次，我们走五次就可以让你的腿部呢很有锻炼的效果喽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只要跟你宝贝面对面，然后蹲下来，像青蛙的动作，宝贝跳一个，爸爸妈妈跳一个，然后我们重复跳20次之后呢，就可以休息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呱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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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呱 ，OK。请爸爸妈妈们呢，你们呢就当成是螃蟹在地板上做手举手跟伸脚的动作，宝贝们他们就是鸭子走加青蛙跳，坐在地板上面，双手来到螃蟹的姿势，让你的宝贝在你的右手边，他跟你击完掌，击完掌之后呢，就要变成鸭子在你的身后绕一圈，来走，鸭子绕一圈。当你走到你的脚的时候呢，就把你的右脚往前伸，然后变青蛙跳跃过去，然后呢再脚收回来，再击掌 OK， 然后这样子算一圈哦，顺时针的做5圈之后呢，再换逆时针，左手击掌，左手伸脚加青蛙跳，做5圈，这样这个动作就结束咯。Oh, my God.